大家好，我系购票侠，一年一度嘅澳门艺术节又嚟啦！各场门票会喺以下呢个日子，喺澳门售票网嘅网上、电话同埋门市同步公开发售。如果你哋想做好防疫嘅同时，又唔想错过每一场精彩嘅演出，就要跟住我以下嘅每一个步骤啦。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，保障公众健康，今年首日售票特设澳门售票网之网上预约系统。各位头号 fans 嘅你，千祈唔好喺首日售票当日嚟到现场排队咯。记得要预先上网领取你嘅电子钞。而家就等我教大家呢个一指免排术。大家可以根据以下呢一个时间。 登入以下嘅网址或者二维码，进入网上预约系统，利用手机电话号码进行验证。输入手机电话号码进行验证，验证成功之后，就可以选择购票嘅门市同埋购票嘅时段，再下载电子钞。首日售票当日，拎住你嘅电子钞截图，按照所选嘅时间段前往澳门售票网门市，咁就可以买飞噶啦。哎，哥哥仔，哥哥仔。 我唔识喺网上预约系统，咁点算呢？唔需要担心，因为我哋已经准备好服务亲切嘅专人喺门市度等候光临，协助你哋进行网上预约。行啦，唔该晒。其实首日售票当日，除咗可以亲临澳门售票网各门市买飞之外，都可以通过电话同埋网上同步订飞。 咁样就唔使特登走出嚟买飞，又可以留翻啲丑俾有需要嘅人啦。各位只要记熟以上嘅攻略，就唔会错过每一场精彩嘅演出啦。大家我哋会场见，拜拜。